汤还没到。迟到了，你看，对啊，你看一下我贴的，啊，破口，不会怎样啊？我等一下到前面有一家那种制造单，好啊好啊，在阳明，好，另外一个人呢？我来了。我出门都这样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瞧一下角度，瞧，你们瞧一下。都有。来，来，一、三，来一张，一、三。欸、你们加油了吗？我加了，我还没加。我之后再加，我现在只剩一个。加95加满。300好吗？可以加300吗？好。哦，这个见底了。从台北来吗？嗯，没有，桃园才刚刚开始。才刚开始。对对对。好，谢谢。东西在等吗？我去拿冰水。啊。嗯，谢谢。大家要一走，真的，谢谢，拜拜，好，要我放下，好，是哪里丢脸？没有，这是台湾的热情。二爷，二爷又来了，我要停他前面。欸、真的不见了，真的帅。等一下，等一下再写一张，你有带笔对不对？等一下写一张。啊？等一下买纸再写一张。对，等一下买写一张。会用胶带。啊？会胶带会收，刚好有这方面。对对对，等一下有回家就接到一个环保罚单，600块，乱丢垃圾。我们现在到苗栗国了，可是我没有带护照。哦，人是 N650。你知道我通常自己一个人骑车，我都一直狂唱歌。对我只要红灯我就不唱，只要一骑的时候我就开始唱。对，我也是。哎，这边对这条路怎么都没画斑马线？你看，这就是你看这台湾政府，那是道路。看这让跟这么老的老奶奶。
这样过马路，不觉得可耻吗？这边是苗栗谷吗？这边是苗栗国吗？那就对了，苗栗国体谅一下。刚接到，直接。一人一个车位啊，一人一个车位。我们一起停，一起停啊，一人停一个车位。干的！50块，好贵、哦。啊？要停吗？没有，这两台是一样的吗？嗯，不一样的。大灯，我也是，一台是雅马哈，一台 S Y L。专业派。又要继续上路了。猫，他被吓走。我们现在到台中了，经过这个隧道到台中了。你好乖哦，新款 BWS 可以载我，我坐上去，真的，可以吗？重心在前面。哦，只是这样一坐下去，这个避震器是整个压下去的。你看，你给它加什么？你加什么油？油。你们要骑去哪？我们要环岛。哦，
环岛。对啊。从哪里开始？桃园。桃园。对。然后现在要骑到花莲那边。对啊。嗯。那你们今天要到哪里？我们今天到屏东了。屏东。今天要到屏东。对啊。对。两天啊。那很硬欸。还好啦，我们都神经病。拜访一下啊，打个麻将是不是？蛮痛的。那你们等一下可以去大甲。我们要去大甲，现在大甲。拜拜。怎么了吗？你自己想笑。我跟你讲，其他那一句我看根本不，我根本看不懂。怎么看不懂？他那些机油根本不。对对对，这些机油看起来像杂牌。是King Kong 他自家出的机油吧，我觉得。这是台中，有点恐怖。喂。我太小了，大一点。B 买板子，站在一个，站在你买蕾丝啊，干什么要跟？你钻洞吗？蕾丝边。我要先处理一下，我要处理一下，不然我会被打死。需要右转。
怎么跟这个小孩子一样？你看。到环台，对环台。